焦点台，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陈雷希。今天我们好开心，特意由香港来到上海访问一位伟大的钢琴乐谱发明家，他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好事钢琴谱。那站在我身旁的就是好事乐谱的发明者郝佳先生。郝佳先生您好。你好，你好程老师。好，郝佳先生呀，不如您和大家分享一下您学琴的经过好吗？哎，好啊好啊，那我们坐下聊好吗？啊，好的好的。好，那个我呢其实是40岁才开始第一次认真的看一下这个钢琴这个乐器。那是什么一个起源呢？就是什么一个契机呢？就是主要是我那时候调动工作，那一个人在北京需要工作一段时间，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想着啊，等孩子们搬过来的时候也许给他们买一个，他们也到了年龄了，给他们买一个电子琴，让他们玩一玩，也许能玩出兴趣来啊，玩出兴趣来以后也许他们会对弹钢琴啊，就对学钢琴有兴趣，对吧？那我就去买了这个电子琴，但是当然了，我本身一直对键盘乐器，就是很向往啊，因为我们弹钢琴这是一个，是不是是一个很好很高雅的一件事，对吧？那我呢，只是在大学里边，就是瞎拨弄吉他玩嘛。那我们这些拨弄吉他的人呢，就觉得会弹钢琴的人非常高大上，然后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乐器是怎么玩的，我们是敢去碰吉他啊，敢去拿本书然后学一学这个吉他是怎么弹，但是一看钢琴的教材就会觉得非常难，对吧？所以我们一般人是不敢去尝试去弹这个键盘乐器。是的。那有了这个机会以后，我买了这个电子琴，买了以后回到家里我就想，那既然这是一个玩具，我要给孩子们吸引他们去玩，那老爸是不是要看看这个玩具是不是真的好玩啊，能玩出什么东西来啊，对不对？他要是不好玩，我给了孩子那不就是浪费钱了。是的。对吧？那所以呢，我的第一个对这个键盘乐器的这个兴趣是从拆开这个电子琴的说明书。嗯。啊，拆开说明书以后，这个说明书设计得很好，里边信息很齐全，有这个五线谱的说明。所以呢，五线谱，那陈老师你也知道，其实我们只要是认真去看一看这个五线谱的原理，实际并不难，是吧？对，是的。啊，很容易理解，这右手的五条线啊代表哪些白键，左手低音谱的五条线代表哪些白键。是的。啊，然后超出这个范围附加线跟白键是怎么对应的。是的。对不对？是的。低音谱下边超出去啊，附加线是的，是的，是在这边是怎么对应的？所以这些原理并不难理解，我觉得社会上所有只要对这个有兴趣的人都可以理解。那黑键是怎么表达的？那其实也很简单啊，是的，就是在白键边上的黑键，我们给它加一个升号，对对对，就往右边找那个黑键，加一个降号就往左边找。是的。啊，如果好多的一个调里边好多的升降号，那我们就把它不是一个一个的标出来，是不是？是的。我们把它都集中的放到这个乐谱的前边。是的。这就出现我们的调号。是的，是的。对不对？对 对, 对。一个调号可能是一个升号，或者两个升号，或者三个升号，四个升号，或者一个降号，两个降号，三个降号，四个降号。所以这个五线谱的原理呢，其实是非常容易是的了解的。那我看懂了这个以后，他也附了几首简单的乐曲啊。那他附了这个乐曲以后，那好了，我又知道这个五线谱怎么用，那我就把这个原理套到这个乐曲上面，我就开始尝试，每天下班回家以后我就尝试看着这个五线谱，找到这个音，找到哪个键去练一练啊。那我通过这样的过程呢，我
就练会了一两首曲子，就连起来了。比如说《致爱丽丝》前面的那一段，其实并不复杂，从弹奏来讲并不复杂，对吧？一个音一个音这样顺着，只要找对了按上来就行了。但是我当时做这个尝试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弹会，因为我们社会上对弹钢琴这个认知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必须从小去学，童子功对吧？弹钢琴很玄妙的一件事啊，必须从小去学，还要练很多的基本功啊。所以我当时我也不知道，然后尤其是我当时大概快四十岁啊，我快四十岁了，那我身边是我是不认识一个会弹钢琴的人，所以我是没有过弹钢琴的体验啊。那然后呢，我就是练了练以后，发现我发现了一件让我很惊喜的事儿，就是我左右手实际是能配合起来的，在不熟的时候找音的时候当然配合不起来，就是我像是一个完全没有音乐细胞的人，但是一旦找到这几个音，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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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一起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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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中间还要断一下，但是哎，在练得熟一点以后就不断了，就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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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哒哒哒滴答噔哒哒哒滴答噔，哎，我也会弹琴的，我是可以通过练习弹出来这个挺像样的音乐。好了，这下我就开始兴奋了，我就开始想，但是呢，这个我还想弹更多的东西，对吧？我还想弹更多的东西，然后我就去哪儿呢？我附近有一家专门批发二手书的这个书店，然后我就去那儿，马上就买了一些音乐书啊。当时我车里放了 CD， 正巧是肖邦的19首夜曲，啊，是一个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钢琴家，因为我们平常的人说真的不太关注这个音乐界的事儿，对吧？尤其是我们自己又不弹钢琴，可能家里孩子要学钢琴的话，也许会带孩子去听一听音乐会啊什么的，可能会稍微了解的多一点，但是一般的人实际是不了解的啊。那我当时车里有实际有意大利的，有一位叫帕里尼的这个弹的夜曲，那很好听啊，我每天开车上班的时候路上面都听这些音乐。那我赶紧去，就是马上第一本书买的是肖邦的19首夜曲，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的这个。那我回家我就想，哎呀，我挑一些比较慢一点的这个部分，我看是不是能把它弹下来，对不对？然后呢，哎，傻眼了，一打开我最喜欢的第二首这个降 E 大调夜曲。是吧？是的。一看，哎呀，三个降号，然后那么多密密麻麻的音符，对不对？虽然我明白五线谱的原理，我怎么把它找出来呢？那一个一个的找。然后这个，我当时因为对弹琴我这么兴奋，我是真的靠五线谱也把它们找出来了，但是花了我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那个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没有从小学习五线谱的人，然后照着五线谱这样去一点一点去数这些音，那我是靠兴趣和毅力把这个数下来的。啊，当时也就像当然了，也没有老师教我怎么用力啊，这个怎么表达，怎么弹得好听，这些东西我是完全没有老师教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我相信我肯定弹的就像三拍的进行曲一样，就是四不像，就是梆梆梆梆梆梆，就这种的，所以弹出来肯定是，程老师要听了以后肯定是哎呀，就是肯定会为我难为情的。但是我当时很开心，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弹出了肖邦的一个作品，我不管我弹得多好，对不对？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我向大师在致敬。是的。那我和古典音乐，我和一个伟大的作曲家开始有了一种沟通的途径啊，我是有这样的感觉。对，所以呢，我一点都不难为情。当时啊，我弹的，我碰到同事，我也会弹给他们听。
反正我的圈子里面没有钢琴老师，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是玩得很开心。但这个时候，这大概是在我接触完钢琴大概两三个月以后，我就开始用一个就是我们做管理啊，用我们做优化做管理的这样的脑筋去想，哎，学钢琴实际我发现了一个最大的瓶颈或者障碍，就是为什么？对呀，为什么大家都不会呢？就是这个钢琴已经发明了几百年了，没错。为什么我们会弹琴的人这么少？嗯，哎，我当时就这样一想，其实答案就在眼前。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看不到这件事啊？那答案是什么呢？就是乐谱。这个事情很简单，所以我当时已经体验了五线谱，在你完全了解了五线谱的原理以后，它的应用还是就是你去用它去找音去练习，它效率还是那么低，然后花的精力还是那么多啊，那这个肯定是一个瓶颈，是一个阻碍我们练习练会一首曲子的一个很是的，其实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咱们先不用说我弹的好不好，但是我就想那样瞎弹乱弹，但是我要把肖邦写的每一个音都弹出来，首先我找就找不出来啊。好了，那我一锁定了这个最大的障碍以后呢，我就开始天天有点睡不着觉，就在动脑子，就是说那如果五线谱这么难，这几百年了都没有升级过，没错，对不对？五线谱是个老东西，还真是这样，对不对？没错，是个古老的东西，是的，啊，是个旧技术。那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各种技术，你看它升级的多快，没错，各种工业技术，你说是不是？你看咱们现在的手机一代一代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的那个通讯技术，是的，1G、2G、3G、4G， 你看多少年就换一个，就叫升级。那我一想，五线谱那么久没有升级，那当然了，你越久没有升级，它也会就是越根深蒂固在人的脑子里面。对，所以它时间越长，然后那大家就越意识不到它需要升级。嗯，但不管那么多了，反正我是天天就想把它升级一下，让我们看看一个乐谱看得方便一点，练曲子练的效率高一点。然后实际我懂了五线谱以后，实际我们就马上就知道，其实那些线啊都是代表黑白键的，没错，对。所以呢，我从五线谱想到好视谱这个过程并不难啊，就很快就会想到了，马上就出来一个这个想法，就是啊，如果把五线谱稍微这是我们的五条线，对，把它拉宽一点，露出它本来下边代表的，它只是代表白键，但是我们把它再拉宽一点，把那些那个升降号也让它消失掉，对吧？升降号也消失了，那我不就把下边的黑键白键都露出来了吗？那我们的音符如果是在这个本来在线上或者空间上面，它就崩，就马上就显示在了这个钢琴的黑白键上面。所以你再看这个乐谱呢，就是就像是看一个图，看个图一样的啊。那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说嘴里一下你明白了好视谱以后，你一下蹦出来了一个字，你说图谱。对，实际就是这样，实际就是这个抽象的线可以变成一个具象的图，就是都是黑白键，那音符就直接标在黑白键上。然后我们实际用好视谱弹钢琴的这个体验，跟一个会看五线谱的人用五线谱弹钢琴，实际这个体验是一模一样的。啊，就只不过是我们哎找得到这个键，你看到这个音是在哒哒哒哒，那我就当哒哒哒，就这样在这上面找出来就行了。啊，所以就是这个契机吧，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结果被我做出来了。啊，我以前。我前几年做过一个 TED， 在那个 TEDx 上面我做过一个演讲，那在那个演讲上我跟大家说了，我是最初这个
这个模型，这个好事口的模型是用 Excel， 是用 Spreadsheet， 就这个图表啊，我就选一些这个横的这个行，我把它们变成灰色，那灰色不就代表钢琴黑键黑色、啊、所以我最早的这个这个好事口的这个模型啊，我是用 spreadsheet 给它做出来的，然后用表格做出来的，然后我再把音符画几个音符画在这放在这个表格上，那我拿着这个我自己一弹，发现是真的是能够达到我本来预想的这个效果啊，然后后来我就花了好多精力啊，这都是在我下班以后呵呵啊，那在我下班以后呢，我就天天动这个脑子，然后也研究了一些软件啊，一些什么东西，但最后让我找到了办法，比较容易的还是能把这个五线谱然后很完整的啊，一丝不漏，就是所有的信息都不会流失的啊，完整的把它翻译转化，然后呢放到了这个好事口的背景板上啊，然后我一做出这些乐曲以后，我钢琴就开始一首一首一首的玩了啊。原因是什么呢？我要想弹一首曲子，我的第一步我是把它做成好事口啊，我可能会花3天5天的时间把它做成好事口，但是我做成好事谱以后，我再学这首曲子就快非常快啊，就会像你们会看五线谱的人把一首曲子背下来，跟你们的能力是一样 的啊。那当然了，我这手还是很笨、啊、因为我不是从小弹琴的啊，我在那个阶段我的手还是比较笨的，但是不管手多笨，反正我边上我的圈子里没有钢琴老师，我也不怕人笑话我，我就弹弹那个，从那个时候我一下，我那时候就是10多年前吧，那我已经弹了不下几十首的曲子啊，好厉害！那当然了，我们也知道，我们有点像狗熊掰棒子，因为我要是不学新曲子，我肯定是忘不了我之前学的曲子的。但是我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想，哎呀，又那首曲子更好听，我就又想弹新曲子。那我们这个是就叫我差点说翻工族啊，我们这叫什么上班族啊，我们上班族的时间是有限的嘛，所以如果你听到新的曲子，或者哎呀以前小时候听过的另一首曲子，我还是想把它弹下来，那这个时候你在练新曲子的时候，可能就很有限的时间去弹旧的曲子，是啊，所以有些曲子就会忘掉，但是我手上一直有这么8首10首的曲子，随便坐下来就可以弹出来啊，所以我就变成一个挺会弹琴的人啊，但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年爱好者，这已经很不错了、哎